看每天走远，我悔恨昨日也太天真，总莽撞错过了便心酸。虽则多么卑微，却也有幸结识。我要讲声多谢你，陪同一生中的每一天。Hello， 各位好，我相信我的在我生命的每一天的改变已经差不多完成了。今天跟你一起分享我和音的创作过程。谈到这个合唱歌，我做的不多，但是这一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因为上次我刚来音合唱过这个请跟我来，那时候是比较难的，因为请跟我来当中有独唱也有对唱，更有的是二重唱，那就是男生跟女生唱的旋律是不同的。我们一起来听当中的一段吧。就是这个视频从副歌开始，你会听到有这个对唱，对吧？一人一句，那这里是重唱，这两个旋律的。到了这个正歌回来的时候，很明显是二重唱的。那唱到这里，一般人都觉得很好听的，很多留言跟我说：“老师，你这个和声唱得很好听。”这个我跟你说，和声其实很简单的，因为它原来的旋律是咪啦啦啦提哆啦瑞哆啦，而我在上面唱啦哆哆哆来咪哆发咪瑞，当两个旋律放在一起，你自然觉得这个和声很好听的，这个没有什么错别。我两天全部都跟大家谈过了，这个男生跟男生合唱，女生跟女生合唱，男生女生合唱的一些规矩。因为这个林子祥他是男高音，而徐小凤是女低音，一个高一个低放在一起，好像分不出哪一个是男生哪一个是女生。但是我跟阿音的声音应该是可以融合的，因为我是男高音，阿音的应该是差不多女高，所以我们一起再唱，就是不唱二重唱也没有什么问题。这一次我跳来改编的首歌是在我生命的每一天，这歌比这个请跟我来简单多了。你看了整首歌没有一处是唱二重唱的，女的唱一段然后男的唱一段，而到了这个副歌又是男一段女的一段，又是男的一段又是女的一段，这种唱法我们称为对唱。而它的调子应该是一带调的，这个谱子是错误的，这个不是 F 应该是 E。 而他说在这个副歌专程躲灯字也是错的，应该我听的版本一直都是躲灯E的，说不定有另外一个版本是撞掉的也。好了，我先说一下音的哪一段。任时光飞逝，我期盼明天那个小小梦想能够慢慢的实现，我是如此平凡又如此幸运。我要说声谢谢你，这里是白，白就是说话。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，那我填的词应该是这样的。一直有看我视频的都应该知道了，我填词是很根据原来的歌词的意思的。刹那光阴去，我盼望以后，跟原来的意思应该差不多吧。这个他说这个小小的梦想能够慢慢的实现，我改成这个理想，梦想跟理想都是差不多的东西吧。这个理想终于着实，要拼命争取，大家要注意这个争取的取字，因为这里原来是一个滑音。那个小小梦想能够慢慢的实现，因着现在这样唱，这个理想终于着实，要拼命争取，这个锤子要唱成滑音。这个我也要跟他硬特别的声明的，我知道他是很容易把这个二度的滑音漏掉的。我是如此平凡，我是这么平凡的一个人，又如此幸运呢、幸运为什么？因为幸运能解释另外一个你。我现在填成，所以叫多么卑微，
卑微跟平凡差不多，也有很结实啊，就是这种幸运。我要说声谢谢你，在广东话怎么说呢？我们不说谢谢你，我们说多谢你。所以这一句我要保留用白，我要讲声多谢你，大家学一学了。这里是没有旋律的，我们不用理这个音符，很简单。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，你知道吗？这一句就是歌名啊啊，一定要尽量配合，回同一生当中的每天，回同一生当中的每天，除了需要这个锤子，这个结色也是很重要，因为这里有一个滑音，还是一个碎音，也有很结色。那又唱得好，那现在我把这个女的一段唱给你们听。刹那光阴去，我盼望以后这个理想终于作实，要拼命争取，虽则多么卑微，强也有幸结识。我要讲声多谢你，陪同一生当中的每天。艰难的一段，我在开始的时候已经唱过了，要听到这个完整吧。我和音怎么样合作把它唱出来，留言的明天的发布吧。今天我的分享先到这里了，我是卡洛斯，喜欢我的视频的请你关注点赞及转发，再见。